赏，赐玉如意一对给香妃娘娘。皇上有赏，赐青玉寿星一座给香妃娘娘。皇上有赏，赐项圈耳坠数珠给香妃娘娘。皇上有赏，赐回族服饰12套给香妃娘娘。皇上有赏，赐回族乐器12件给香妃娘娘。皇上有赏，赐可兰经一本给香妃娘娘。皇上有赏，赐真丝面纱100条给香妃娘娘。你们下去。好香啊。小燕子说的对，留下你香妃熏熏屋子也不错。朕给你送来了一些东西，朕想你背井离乡怪可怜的，也希望这些东西多多少少的能减轻一点你的乡愁。那天看着你和紫薇跳舞，朕被那个场面深深的感动了。原来你也会笑，你也会兴高采烈啊，怎么一见到朕就全副武装了？这个冰冷的脸总得有冰化的时候吧。朕等着你，总有一天你也会一见到朕就兴高采烈的。这宫里有多少女人呢？她们活着的目的就是等。总得有冰化的时候吧。朕等着你，总有一天你也会一见到朕就兴高采烈的。这宫里有多少女人呢？她们活着的目的就是等着朕。或者也该有个女人是和她们不一样的。